今天有一笔预算，你要换一台车，你有没有可能考虑 Volvo 的 C40 这台电动车呢？嗯，如果是以都是换电动车来讲，应该是不，应该是不会。你是不是晚上你睡不着觉？那你一定要来试这一颗石墨烯医疗级的枕头。第一则留言有优惠价哦。我们现在人在桃园近郊的一个乡间小路，今天有一个车友来体验我们的爱车哈、哦，是欧文，他今天就是要来踢馆我们这一台 Volvo 的 C40 的电动车，有没有开过电动车？对，没有，没有开过电动车，但是要远离车道，不然等一下我们被撞。没开过电动车，对电动车的印象是什么？电动车里程焦虑哦，还是很贵？没有没有，还是马斯克。马力够大、动力很好，力很 OK 好。那现在因为电动车非常多啊，开起来的感觉有些许的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大同小异，可以试试看我们这一台，让你当一个电动车的入门哦。你看这个车头，有看过 Volvo 的 X40 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看过，看过路上没看过，哎，你归刚给处理，知道这个车型了、就是没看过哦。它的车头其实跟 Volvo 的 X40 很类似啊、哦，那只是说一家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电动车就是爱跟人无同款，小卡车用一块挂个扛起来啊，哎，那就是电动车没有前面没有引擎，所以它没有水箱护罩哦，所以就是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哦，夜明正身说我是电动车啊、哦、啊，但是 Volvo 的车子这其实是有直瀑式的那种水箱护罩，好、哦，然后这个也是我们 Volvo 车的一个特色，雷城之水啊、哦，雷城的共土一样啊、哦，下面有一个雾灯，整个车头。啊，你现在是开什么车？开 CRV 六代，最新的 CRV 六代。CRV 现在也有这种孔苦力的颜色呢。我这个偏绿啊，偏绿哈，好、哦，军绿色。好，那因为它是休旅车，它算是跑旅，所以它这个有没有都是防刮材质。好、哦、啊，铝框的部分呢，我们这个是19寸的铝框，双色切削，好不好看啊？啊、哦，还不错。然后其实从这个地方往前看，就跟那个X40很类似，但是从这个地方不一样。有没有看过 BMW X4 跟 X6 GLC Coupe GLE Coupe 就是这种斜背的感觉，还有一台也蛮像的、那个纳智捷的 U5 然后再来我们往这边看、哦、有没有看到超跑的元素出来，有没有这哦呦哎，然后有没有看到 CRV 的元素出来，有没有 CRV 嘛是安呢哎罗尔沃哈哎，然后那个车尾的部分也是感觉是比较跑格化哈，比较有那种空气力学的感觉啊，问这台有那个脚踢尾门，你们太快嘛甩一下螳螂腿咻奈博哎哦开了哎开了哎哦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你 CRV 比起来，当然比较小哈、哦，这个，不用这么的谦虚，就是小，没有它斜背啦哈，它斜背哈、哦，那我们再把它甩一下再关，好、哦，来你这一边或者这边，来看一下后座的空间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门板用料，软质塑料，哦，这个质感，你看买的皮加布，我们这个听说有环保的那种，那么坐进来，来。好像跟 CRV 就有很大的落差，你看你的脚部的悬空、有没有、就有悬空了哈、但是椅子软软的很不错哈、这个触感不错、触感不错，跟摸老婆的皮肤比起来呢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、大概是两个人坐是刚好，这坐第三个人你看、这个中间有个鼓起的隆起的面积，可能比较第三个人可能比较难坐，但是应急 也是可以、然后后面有个冷气出风口，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配置，Volvo 车要弯一下车门的感觉，嘿嘿，来你坐驾驶，来来来，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哦，门很重哦，然后哦这边就是都是软质塑料，但是它这一块就做的比较塑胶了哦，其实 Volvo 的内装一直以来都是还不错，来进来，哦。已经启动了、已经启动了，进来就启动，不用没有 push start、电动车没、我们这有智能的话、这个整个仪表板的感觉跟 Volvo 的 X60 X40 一模一样，没有变哦，软质塑料，你的那个 CRV 是配什么音响？Boss 音响，问这嘛，赶快有 Harman Kardon 啊、然后一个很大萤幕的车机，然后
这里有音响的控制键，然后没有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了，全部都取消掉了，只剩下一个 P 档啊，我们叫这垃圾桶列干物。按下去还会卡住，卡住了，没办法。这是在冲啥呢？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整个操作的界面大概是这样，我绷起来，你那个刹车踩住，刹车踩了哈，然后这个扳一下，喂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出发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开过？没开过了哈、哦。想不想出去试试看看？好，出一下好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就 Let's go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！哦哟，哎、欸，拄只阮欧文看起安尼，书文书文，新书新书，结果脚这么喵啦，直接给吹了哦。刚刚这个地方田间小路，哎、欸，你是觉得这边没有车就可以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真正给站落，给站落，给人砰出去，惊一下哦。刚刚想，哦哟，这车子怎么这样？等一下好好来问他一下，这开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说起好了。这台车哈，它的整个车头、车侧跟车尾，整个外观来讲，你最好觉得你最有印象，觉得最好看是什么地方？觉得最好看还是尾巴啦。哦，车尾。车尾啦，车尾啦。斜背那个感觉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斜背，但斜背会牺牲掉一些空间。哦，它好像跟就是一般的休旅车比起来哦，它那个斜背就牺牲掉不少空间，但是帅。那问爱睡唔惊老平睡，嘿嘿，什么哦？所以就是你觉得那个斜背好看，有酷配的那个酷配的感觉，感觉好。那空间表现呢？我们先从行李箱空间，那个行李箱空间这个样子，你就是够用吗？其实好像不太够用，不太够用哈。你是点点爱去？可能家庭旅游的话，可能还 OK 啦，嗯。家庭旅游还 OK， 但是因为你也要去露营，对对 对， 對，所以可能不太够用。对对 对， 對，你喜欢米酒杯嘛？个载体有安尼，无是办那露营哦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行李箱空间，可能平时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要露营，对，可能不行。对， 對， 對哦，这个哦，那后座空间呢？刚刚坐起来，后座空间有宽度偏比较小啦。哦，宽度偏小，偏小，然后就是，其实它的那个皮的触感还蛮好的、嗯。哦，你说那个摸起来像少女般的触感，不是老婆的触感，是不是？然后、啊、我相信，但是在中间的那个人应该是、很痛苦，也比较难坐、哦，比较难坐。哦，哎，坐四个人应该会蛮舒适的。应该是说这台车的车格本来就X740，X740本来就是小休旅，对啊，所以它本来它的车格就不大，对哦，所以后座空间呢，两个人可能比较刚好，但是坐是。坐三个人可能会稍微偏挤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前方的这个配置，哎、欸，这个设计你刚刚了吗？设计就是特色就是这个荧幕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从好几年前X760的那个样子就长这样，没变过。哦，所以这个设计你觉得你还 OK 这样子 ？OK， 蛮好看的。好、哦、OK 啊，刚刚这个使用的界面呢，有没有觉得比较不习惯，或者是觉得不错的地方？界面不习惯的是全部都要触控啊，就是你要在荧幕上面去调整。哎、欸，然后有语音呢、欸，你讲那语音嘿啊，然后看这。来买宾士的海宾士 ，B&W 海 B&W。语音刚刚试了一下，好像是要讲英文哦。啊，英语个老了，给你们看，花这么多钱学英文，叫小孩来讲。对，如果是个阿伯的话，他可能英语讲不好的话，就没办法。哦，就比较不好。对，哎，所以这个语音辨识，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会有改进啦哈、哦。那现在目前都还是英语的阶段哈、哦。对。哎啊，刚刚上来你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习惯，说哎上来就启动了。对对对。不用钥匙，不用 push start， 什么都不用，哎，连按钮都不用按。刚刚找不到，哎，排下去就走了。哦，所以这一点也蛮特别的啊，这台车的特色啊、哦、啊，就是除此之外，就是还有应该差不多是这样，对。对，其实，因为我看到好像这个荧幕是有斜一点。哦，有斜一点啊，符合人体工学哟、哦。对对对，是符合面向驾驶座。
啊，怎样？老婆不能，副驾驶座不能看，问只有 YouTube 呢。啊，这 YouTube 开了，结果副驾驶座看起来会反光。那这车技还不错。哎，因为在充电的时候无聊啊，要开这个 YouTube 的，还是顺便实际看一下的。好，所以在整个就是内装的部分，你对最有印象就是这个车机的哈。但是触碰你觉得不太习惯，你意思是这样？哦，啊，问这个配 Harman Kardon 的音响哦，哎，这个音响也是整台车的灵魂呢。哎，至少车美是那个会宕机，我们这个不会。哦，所以内装差不多这些了哈。哎，那刚刚这样开起来，我们先从动力开始说起。我问机甲双马达，400多匹，600多牛顿米哈，60几公斤米哦，吹了去度假，敢不敢呐？敢供出来？真的有贴背的感觉，真的有 feel 了哈。对，哎，但是我跟大家讲哈，不是只有这一台有这种 feel，连最便宜的利福也有。所以电动车就是这样，像几台600多块 GoGoRo 也有。所以这个电动车的特性啊，这个开起来有没有爽？对，有跟油车有差。有差了齁，哎，就算你那一台是涡轮的也是一样啦齁。哎，对，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去试试看。有些人说试过就回不去了齁，在超车的时候，哦，刚刚有一台车离得很近，它打了怎么瞬间冲出去那种感觉。对。好，变速箱也没得换，它没变速箱啊，很顺啊，你踩多少它就多少，也没有换挡的问题啊。好，然后诶，再来就是它操控的部分，因为它这一台是休旅车，你现在也是开休旅车嘛，是CRV休旅车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这样开下来，你觉得这一台的整个路感或者它整个操控的感觉，跟你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一台有比较大的差别是，诶，它其实安静很多啦。哦，隔音好。对，其实我刚刚感觉就是诶，一路上。哎，其实你油门很大，踩也没声音，也没什么声音。哎，因为它马达没声音啊，对，它马达声音，所以它其实整个车是很安静。其实 Volvo 本身它的隔音本身就不错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它是电动车，踩下去也没引擎的嘶吼声啊。对，所以刚刚你说开下来操控，其实休旅车没有落差太大，但你印象最深的是没有嘶吼声，就是隔音还不错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所以优缺点差不多这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什么还要补充的？它其实它的油门做的很像油车啦。哦，这一台车油门。对，不管踩放，其实做的都蛮相，相似的。哦，蛮相似。对，只是说你重踩的话，一定马上立刻啦。反应出来，马上立刻反应出来，马上立刻反应，就是你轻轻踩跟一般的汽油差不多，对，但是你重踩马上就喷了，对，马上就喷了，哦，对，摸一下它就喷了，这样，有一些车子是摸一下就喷了，啊，这个是要大力的弄下去它才会，不过这个很够啊，哦，很够哈 ，OK， 好，所以优缺点差不多这些了哈，好，那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车子哈，哎的真心话不冒险啊，什么是真心话不冒险？就是我们欧文试完第一印象，哦，就是讲真心话。的感觉，讲真心话给大家，让大家不会后悔买错车了哈。所以你一定要讲真心话啊。假设今天有一笔预算，你要换一台车，哎，你有没有可能考虑 Volvo 的 C40 这台电动车呢？嗯，如果是都是换电动车来讲，应该是不会。你干嘛还电？哎，还不讲不出来。对。但是电动车有考虑的，对。电动车有考虑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一台不会？原因呢？原因哦，可能就是。刚刚再试一下那个操作的那个部分啦、啊。哦，这个操作的界面，操作的界面不是这么人性。对。哎，这个买这台车就算了，还得先去学英文。对。英语不好，搁我都操作。对，就只能用英语对话。对话。那有时候按钮的时候，手会悬空。哦。在上面这样子。我们欧文本身是学人体工学、人因工程的呢，哎，人因工程看到这种的，就是不及格啦，是这艺术啦。对。好啦，那每个人见仁见智，你的想法是不是也这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我们今天感谢我们欧文的分享，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智真心话。今天感谢欧文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现在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一起来当赞助商，支持真心话不冒险。哎，我的车在这里。我居然在台北市拥有2个停车场，而且是月租的，但是我只需要付1个停车场的费用。像这里是台北光华商场三创园区，一个月的租金大概5-6千块，但是我用4800拥有5个停车场。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区停车，请参考第一则留言，名额有限，哎，预购从速哦。